每年伫咧旧历的一月份至三月份的这段时间，是各庙宇伫咧进香的时间。虽然讲真闹热，不过大量的炮仔甲流落来炮仔区，是对着环境产生危害。在咧复兴宫规定要响应环保，今年嘛特别买了一台环保炮，这是透过空气压缩来产生甲炮仔同款的声音，又完全当带动闹热的气氛，正受到信徒的欢迎。福建宫嘛，将要用这环保炮来迎接大家妈的圣驾。要放炮了，不过这炮跟传统的真正无同，除了有真响亮的炮声，炮灰甲烟已经满涂骹的炮友啊，是全部拢无看到。这就是今年西丽福建宫为着要响应环保，特别购买环保炮。这台是咱咱。福建宫吼啊，响应这个环保吼啊，这个卫生环境卫生啊，环保吼啊，这个空气的部分，所以呢，福建宫啊，阮董事长伫董三处呢，就决定啊，买一台这个环保炮吼啊，环保也做啊好吼，阮的太平妈妈就甲咱真好乐吼，环保咱也做啊清气吼，咱太平妈妈拢袂受气。这透过空气的压缩来产生的炮声的环保炮，是同款在进香期的期间，为庙里带来热烈的气氛，也受到济济信徒的欢迎。因为咱啊，每一年咱这个来福建宫进香啊，这个进香团的施工拢足济啦，吼啊，大家拢知影啊，来呢，咱也用这台呢，啊，大家拢真甲咱热络，大家讲哇，恁的炮声这大声，啊，咱无看到烟，啊，无看到这个炮火。啊，因为就是咱就响应环保吼，啊，因拢感觉讲安尼做好，嘿啊。今年西丽福建宫嘛，将要用这环保炮来迎接大家妈的圣驾，这将在农历二月二十九号会来到西丽镇来大家妈。福建宫嘛，甲地方的庙宇顶头做连接，要让大家做伙感受到年度的妈祖盛会。这个大家妈是这个农这个国历这个二十四起驾二六。多礼拜农历多即个二九日来到咱西丽街，咱就是预定伫咧即个四点至四点半即个中间来出发，去西丽大桥来接大家嘛呢。这响亮的炮声嘛来欢迎着进香团的参香，虽然无法度组织进香团来遮放传统的炮啊，不过先为福建宫来做起，相信嘛会当带动大家有环保的观念，做回来爱护咱的所在。记者王真心，长报道。